这边是咪咪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年第一场音乐节就要在这里完成了，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。你们都冷吗？冷。你们穿秋衣秋裤了没有？没有。穿了。秋裤不是露我们。我就穿了秋衣秋裤。然后想一想，说到秋衣秋裤，想一想那个老在提醒你穿秋裤和毛裤的那个人。接下来这一首玉珍，大家有没有那个手电筒啊，闪光灯，然后可以一起，好家伙，这样你们也活动活动。然后如果你很想跟着唱，你就一起唱，如果你特别不好意思唱，你就在心里唱。谢谢。接下来再有一首慢一点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再忍一下。接下来看我一身，这个是绿色，对不对？对，绿色就让人想到了什么？草原。就是大草原。想到了大草原就是想到马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这一首就是马，然后他写给一个即将离去的人，你可以当这匹马是已经过去的2020年，你也可以听完这首歌，把你在去年很怎么说很纠结的某个人，然后你就把它放掉好吗？好。有会唱的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感觉是女孩会唱的很多。这一首马，把你心里的那个他送往大草原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接下来，第三首，第三首的歌词啊，歌名叫做《心静自然凉》。然后，如果唱到这一首歌的话，我就要脱衣服了，我有点热。好，心静自然凉这一首歌讲的就是很愤怒的一个小的好汉，然后不得不要反抗一把的这个故事，所以这个歌可以帮助我们去解掉心中的那种很愤怒的那种感觉，你又憋着，你又没有办法把它发泄出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听这一首心静自然凉。这一首歌呢，中间呢有一段很简单的，我可以教你们唱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来啊，很简单，我可以唱一句，然后你们唱一句吗？来啊，不要不好意思好吗？来。这一段我不太放心，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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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来好吗？看我眼色哦，看我手势。我吗？你们都会唱吗？会啊。好，要不别摘。接下来，让我喘一口气好吗？这咋整？头发，开始。头发。2020，让大家最讨厌的、最烦的是什么？就是疫情，对不对？疫情导致有很多
很多地方不能去，很多想看见的人不能见到，然后也让好多人生病，所以还有让很多演出办不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一首《蓝惹杜姆》，希望可以帮我们在心中默默的祈福一下，好吗？为接下来这个新的一年，让大家好过一点，好吗？蓝惹杜姆，蓝惹杜姆。不知不觉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首，最后一首其实特别适合跨年，但今天我们已经跨了年的第三天了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关系，还在新年的放假里。第二天哦，还有两首，我们是不是那个还可以再多唱几首啊？可以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先，我们先不着急唱到没了，好吗？你们想听如何吗？想。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《如何》，然后我们。的演出版本会和录音室的版本还有很大的不一样。没有关系，你们这三天都开心吗？是每一天都在这个地方吗？没有，也有很多人是不是好每一天都在这个地方？我觉得大家在这里特别自由，特别开心。然后我们昨天也在现场在排练的时候看见很多老朋友，然后我们看到周一赛的他们排练的时候，然后底下已经有观众在拍了，我们特别的开心。对，然后我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音乐更能驱散寒冷还有寂寞，所以因为我们昨天很冷很冷，所以当我看见大家依旧在听着音乐，在夜里的3-4点钟的时候，大家听到音乐之后依旧可以起舞，然后依旧可以一起唱歌，然后手拉着手在跑着圈，在来回来去的跳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就是音乐，或者是怎么说，在这个地盘摇滚是大家的那个支柱，觉得很受鼓舞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到东海和迷笛音乐节，一起和大家度过这几十分钟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非常荣幸。其实，对，接下来如何？介绍一下这边捏捏。一直在演奏的是电竖琴和吉他，对，然后这边的是咪咪，然后负责的是打击乐，对，和合成器。再稍等一下哈。好，对，2020有很多想说的话，然后我们也在2020的最后几秒，我们也在舞台上度过的。然后其实很多话来不及说，那其实又有很多想要忘掉的，又有很多想要留住的。我们接下来这一首唱《我用什么把你留住》，绝，唱过这首歌了，今天不想唱一下《我用什么把你留住》。好，喂，我的钢琴，老师，我的钢琴。
们平常都有想要留住一些声音味道，然后一些人，对，可以加油，来喽。好好，接下来让我们唱起人生的战歌，没喽。人还是要自己去面对自己所有的一切，没有人能够帮你，也没有人可以救你，能最后可以拉自己一把，永远都是自己的。所以接下来送给2021年的自己这一首，虽然它叫没喽，但是它说的是2020没喽啊，我们2021还是有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可以蹦一蹦了，唯一一首可以蹦的歌曲。只要你喜欢胡子兽，胡子兽就长伴你的左右。好好好好